内容哦，你能够压挤压过他哦，这个对他的简直可以相当有效果。这简直是昨天的复制贴上啊，又是炸主哦，这两天化身为攻击皇帝。哎，这个球再反上，没有穿越，拦下来，传上来 ，save，抢先一步哦。哦，曾子佑拦得漂亮，传得也很准了，但是跑者林祖杰的速度也不慢了。这个抢进二垒垒包是相当重要，因为是一个得点圈的攻击机会哦。看一下这一球的处理哦，甚至又传得相当有水准。是，我已经提早一步滑进垒包了。没问题哦，而且林祖杰的脚一直在二垒垒包上，是反而是。接球的二垒手黄杰希接完球之后是有离开，这个球直击中间方向，陈文杰的一顿，哎呀，哇，小黑非常的懊恼，自己在通过一垒的时候还大喊了一声，哇，有点泄气，因为球 contact 的感觉很好，掌握的不错，很可惜，哇，结果留下了垒上两个队友没有办法回来。